情人节与男友交换礼物，杜诗梅却没送进心坎里。我那时候出国五天，我就说，那我们回来交换礼物好了，就送他礼物，这样耶， yeah, 交换礼物了。他可能要的不是你的礼物，他可能要的是你出国十天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二分之一强。